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走遍整个世界。袁静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。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。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和季瑶有任何接触。